挑战者杯第三轮抽签结束， AG 的运气真是没谁了，难不成真在给一诺补秋季赛吗？并且还是打得胜者组， DRG 迎来证明之战，葛迷你笑疯了，再输就真的有点不礼貌了。 G 哇，佛山 DRG 抽中的签为 G 六。伴随着 AG 被 TTG 横扫拿到首败，第三轮的抽签也就开始了。原以为 AG 这次应该要抽到非 TPL 队伍了，没想到他们却抽到 WB， 真就是打完季军开始打冠军，然后直接打四强， AG 才是真正的挑战者。可以说这就是再给一诺补秋季赛，每个对手都是胜者组，属实是强度拉满。不过这结果让个 mini 很不满意，他就希望看到 AG 抽到 KSG 两支队伍再来一次宿命对决。前两轮的签呢，我们又是抽到北京微博啊，又是抽到狼，这一次想抽到谁呢？那就再来一次微博，再来一次微博，小黑屋是吧？北京微博，小黑屋，再来一次微博，有吧？好，再来一次微博，再来一次微博，快！微博打那个小黑屋，你不要抽 D 啊，哥们 ，D 这个 D 的位置是快手的，你别抽错了，你不要抽 D，A B E F 随便你抽。你别抽错了啊！抽错了，大家的生气的啊 ！B，OK，、okay, 有机会，有救，有救 ！XHW 抽有救，有救！教练，微博，到你了，微博。接下来有请虎牙小当家的战队代表，哎、韩仔上台进行。韩仔，你别抽错了，韩仔，这个 A 的这个位置你不能抽啊 ，A 和 D 你不能抽啊，你不能抽错了，你这个生气的，你抽 EF 啊，不要抽错了，千万不要抽错了，抽错了真生气的，韩仔。长这么帅，什么 ？F 啊，对，好韩仔，好韩仔，好韩仔，漂亮韩仔，快走 ，AG 在等你啊 ，AG 在等你，快走 ，AG 在等你 ，AG 在等你 ，A B C D 的 D， 别说错了啊，三分之一的概率，说错了生气的啊 ，D， 啊，生气了，喵鱼给 AG 得了吧，喵鱼给 AG， 喵鱼给 AG， 让微博打小黑屋，可以吗？喵鱼，你是打 AG， 哎呦，这不是吼哥吗？哎呦，吼哥，你千万别抽错了，这是我队员啊，吼哥，你别抽错了啊，抽 AG， 哎呀 ，AG 打微博，然后就是 DRG 迎来证明之战，他们跟 BOA 的缘分未尽，上一场输给了他们，这一场不能再输了，毫不客气的说，再输就真的有点不礼貌了，因为这已经是第三轮了，正常也该摸透 BOA 了，别再让 KPL 迎来至暗时刻，鸡，来一个吧，总要来一个吧，来一个宿命的对决。洗都不洗啊，直接拿，是 G 包哥吗？抽烟，谁 ？G， 哇！佛山 DRG 抽中的签为 G， 六，谢谢小哥，六。总的来说 ，AG 这次打挑战者杯运气真是差到极致了，反而是小号清酒运气非常好，自身实力也很强。第三轮抽到狼队，并没有抽到更强的 TTG， 只能说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AG 真是倒霉蛋中的倒霉蛋。不过 WB 近期状态很不好 ，AG 还是很有机会赢比赛，只是他们打 WB 一直都是输多赢少，暖阳对他们就像有压制一样。最后大家觉得 AG 能赢 WB 吗 ？DRG 能否复仇成功呢？